你要解决咱本身这款恶的心吼，真正无好解决哦。我捌劝亲朋吼，讲啊爱食菜吼，啊伊回答我来讲咧，伊回答讲，迄是恁少数的人安尼尔，人大部分拢嘛毋是像恁安尼。大部分拢嘛讲做，迄是正常诶。所以呢，像因迄款诶，已经甲当作啥？当作吼爱觉是正常诶啊。人讲吼，伊会像政治嘛是同款哦，强制性诶吼，啊人民都拢未使讲话吼。啊，即卖毋是，即卖会使讲话啊，就开始会当变啊。讲他，我伊样提出抗议，但我有感觉你啥物关系？但是犀牛都不要讲话啊，吼。犀牛若有一天会要讲话，伊就到街头抗议吼，举牌，嘿，抗议，嘿，我长脚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毋过吼。这有那些因果，就是让你袂使吼，你无多少表达家己的吼，所以有些友情，他会含冤莫白吼。啊，不过吼，有人讲啊，这个因果啊，上家要走去做死人。啊，你看做人吼，那做人你都袂发生这样代志，你都。你别行唔去，你兔子唔生个，生去做犀牛哦。啊，所以反正这世间有种种的代志吼，解决未了吼。想想还是安那吼，啊，修行较好。吼，无安尼，伫遐加加落吼，那。哦，所以要互恁了解这吼，名句闻声，哈。哦，啊，甲这个。言说口业哈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若为着不爱这个歹业务继续教落去，我们就尽量说佛法，尽量讲这哈、個。无你那创功拢是讲这款的吼，我讲啊都，迄种完全拢是是非，拢是对立，啊，完全拢和民生俱生取向，取差别取谁好？啊，都误导都严重去啊！好，那这啊，规个这变化哈，这四相五相，是，我进前讲过陷入物相的业感，好，我过来讲这陷入物相的业感，到底是在哪里陷入？物相哈，物跟相，啊，这个色身是物哈。甲外口的山河大地，也是讲，洋房、汽车，哈，啊，钱财，哈，迄种属于吼物相，啊，当然，都因为有这个色身出来，所以呢，遐洋房、汽车甲钱财够好，那无这个色身起来，无这个色身出来，遐洋房、汽车甲钱财根本都无好。所以还是谁惹的啊？还是谁惹的祸啊？色身哈、哦，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啊，这色身哈、哦，实在是无利的无代志，迄有利吼、哦、麻烦足多，那无这个无代志哈，对有这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洋房、汽车、钱财，它变作有好哦，所以变作我跟我所。啊，正常我都已经讲过，啊，这都不是咱的吼，但是咱拢当作咱的吼，所以我跟我所根本不是吼，这色身都不是咱的，这占用的尔，啊，所以我跟我所，所以底下我跟我所料呢的分里外啊，
啊，里外心一有了吼，啊，开始自私啊，哦，爱顾我家己的吼，别人的吼，哦，起分别吼，啊，迄就是，迄个咱来讲的起差别吼，起差别了，当然吼，会当占有的，嘛尽量占有啊吼。啊，迄款的叫做啥？陷入物相的业感。所以现在有一寡这个，哦，本来是还是凭一般老百姓哈、哦，日子还好过。但是呢，你都莫会一天的迄个身份地位压起来，你要会一天会身份地位一压起来，另外讲，你讲人讲吼、哦，富贵吼、哦、难修行，啊，为什么？不是伊家己要安尼。是因为你一压开了哇，你就是人的啥，人的目标。所以我讲吼，人讲什么怕什么，啊人怕什么？猪怕，哦，猪怕回，人怕出名哈。所以吼，我该讲吼，修行的时候莫出名出来。因一出名出来吼，你就是人的目标，安尼敢知？好，安尼来讲，我出名开，我定力有够吼，像佛祖安尼吼，佛祖嘛才有名吼。但是呢，人的真心所未颠倒啊吼。但是凡夫不是安尼啊，凡夫你一出名开哦，哇，我讲什么款的一个业感中来？诶，贿赂还要找你啊！诶、哦，好、哦，而且这是哦，希望呢，你有身份地位，靠有办法咯、哦，啊，你教我帮，你替我帮忙一下哦。啊，你找替你帮忙，啊，伊就想，啊，你找我帮忙算免吼、哦，算免得啊艺术一下。好啊啊，不到尾啊，我来讲哈。哦无代志的，无够有代志出来，所以结果是安那，结果是起来的人吼，较早熬出。所以吼，有智慧的人吼，伊知影这吼，啊，知影真心的重要，伊也知影希望的恐怖，所以伊唔敢出名，安尼。安尼咁了解，是吼、哦。所以你讲奇怪，迄高人奈拢无上台面，哎，啊人都无遐空哩。所以其实吼，唔是这世间已经无高人啊，唔是世间无高人啊，无太变啊呢，吼、哦。其实是吼。有智慧的人吼、哦，伊袂爱安尼出來，出来吼、哦，你讲会麻烦咩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回，哦，这你嘛爱记的吼、哦，所以现在跟他讲吼，一个佛弟子，一个修行人吼，你这正念要相续，这不简单嘞，哎。啊，你那是下卷掉的，还是白水哈？不是相续，这相续要拔掉的哈，爱这里哈。爱正面相续哦，你要清楚这個，你不清楚这個，我讲麻烦足大，我讲，你都不是已经修到上佛祖啊，什么拢清楚吼，什么妖魔鬼怪你拢知吼。咱足侪啊，个是吼人心隔肚皮吼，无通去知影的吼。到时吼发生代志了，讲啊我嘛唔知，啊你嘛唔知，啊大家吼，母甲一片足大片是拢吼，我唔知你也唔知。
哦，我啊，都唔知想到那变这个代志出来，哦，哎，好，意思来讲，一发心呢，一开始发心的时候，拢嘛是爱希望大家拢有好处，啊，结果无啊，每一个大家拢种人，拢种变鬼，所以吼，这好，好，然后吼，然后事有明眼人吼，能避险恶道。这在地位呢，好，正面相续，好，好，来，那来我啊，色身的部分当然是来，当然是根啦，吼，所以内是根哦，啊，外就是尘。好，再来，那身是当然是心嘛，哈，啊，心就因为外口境是安尼，所以心嘛变作两种哈，所以心嘛变作内外哈，所以你唯识学上有见分跟相分，所以不是见有能所而已，心也有能所。好，不过呢，这个内外都是唯识所现的。其实要写一个事嘛，会使吼，顶光去加一个妄嘛，是会使。哦，因为色本来就是妄心啊。哦，你若讲是真心的时阵，唔是叫色；真心的时阵叫做智，智啊，智慧的智。所以吼，这写妄事嘛，会使吼，其实是妄心，啊，然后来业色。这样呢，好，那咱知影吼，我之前有讲过吼，伫境甲心内底根本伫底啦，根本伫心，所以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根本在心。所以学佛之前呢，你要先了解，妄心就如同海鸥，一定要转成什么真心大海，所以。这个部分哦，爱专注真心哦。来，有真心，有真心，不是妄的时阵，伊就无来我，伊就骗出去啊，骗哦，没拘束伫这个，咱这个色身这个小地方，这。在海鸥，在泡沫哈，如果成真心的话，他就会骗法界，骗出去哈，而且会应机示现，因此呢，真心出来了，必正，那这块的心是要跟上面一块的心对上的呢？在这哈，这法报化叫色身，这边修对的哈，所以六祖坛经来的哈。法身是跟色身什么相对的哈、哦？另外报身是跟化身什么相对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法报化的是体相用、所以这叫做体，这叫做形。好，注意哈、哦。在妄事的时候有内外，在真心的时候没内外，只有体用，所以成为真心的人不会自私。像我们怎么会自私？他就没出雄，没出雄，他也没取水好。